八局，八局上，统一由林奇伟接替投球，首名打者陈俊秀击出左外野落地安打上垒，下棒朱玉贤遭到三振，本场比赛第三度吞亏。下棒廖建富击出游击滚地球，传二垒封杀跑者，形成二出局。下棒刘时豪击出中外野飞球遭接杀，桃园无功而返。第七局，七局下，首名打者击出三垒滚地球遭刺杀，罗国龙击出中外野安打上垒，潘武雄击出一垒滚地球，一垒手传二垒。虽然一开始判出局，不过统一挑战成功，形成一出局一二垒有人。下棒苏志杰击出一垒滚地球，成功封杀往二垒跑的跑者，形成二出局。不过郭富林击出二垒后方小飞球遭接杀，统一留下一三垒残垒。七局上，统一由王敬明接替投球，一出局后廖建富击出中间穿越安打上垒，刘时豪获得保送，桃园攻占一二垒。下棒连立击出左外野平飞安打，带有一分打点，双方再度战平手。统一次时更换头部，投手由邱浩军接替，捕手也换上高志刚，面对黄靖伟投出保送形成满垒。下棒蓝银伦击出软弱滚地球封杀二垒跑者，不过带有一分打点，林成飞再补上右外野平飞安打，桃园再下一城。随后郎柏荣敌出一垒滚地球遭刺杀，桃园攻下三分大局，以5-3领先统一。统一师郭富林在六局下击出一分打点逆转二垒安打。记者黄世元社。第六局，六局下，前两棒棒罗国龙、潘武雄都击出安打，再靠助爆头攻占二三垒，苏志杰击出二垒滚地球，虽然遭到刺杀，不过带有一分打点，统一一出局持续攻占三垒。此时桃园更换投手，由王岳林接替投球，下棒郭富林击出左外野深远二垒安打，带有一分打点，统一3-2逆转战局。下棒陈仲宇击出三垒滚地球遭刺杀，不过邓志伟、唐兆廷接连获得保送，统一攻占满垒。此时桃园在更换投手，由吴成哲接替投球，统一启用代打吴杰瑞击出内野高飞球遭接杀，成功化解满垒失分危机。六局打完，统一3-2领先。六局上，罗米奇先三振林成飞，虽然下棒王柏荣击出内野安打，不过陈俊秀击出双杀打，桃园形成变相三上三下，统一师先发投手罗米奇。记者黄世元社。 The Micro。 桃园先发投手尼克斯。记者黄世元社。第五局，五局下，尼克斯上演三上三下。五局上，一出局后黄靖伟获得保送上垒，不过蓝银伦击出双杀打，桃园形成变相三上三下。第四局，四局下，尼克斯率先三振苏志杰，下棒郭富林获得保送，陈崇宇遭到三振，不过同时一垒跑者到垒成功攻占打点圈，不过邓志伟击出二垒滚地球遭刺杀，统一留下二垒残垒。四局上，罗米奇连续三振朱玉贤、廖建富、刘时豪，演出三上三下。 The Micro。 桃园王柏荣在三局上击出一分全垒打。记者黄世元社。第三局，三局下，尼克斯再度上演三上三下。三局上，二出局后王柏忠击出中左外野方向阳春炮，下棒陈俊秀击出右外野飞球遭接杀，桃园2-1超前比分。 The Micro。 桃园黄靖伟在二局上击出一分打点右外野平飞一垒安打。记者黄世元社。 The Micro。 桃园跑者廖建富在二局上回本垒攻下追平分。记者黄世元社。第二局，二局下，尼克斯上演三上三下。二局上，首棒朱玉贤遭到三振，下棒廖建富击出游击后方德州安打，刘时豪获得保送，桃园攻占一二垒。下棒连立遭到三振，不过新秀黄靖伟击出右外野安打，带有一分打点，不过一垒跑者攻占三垒时遭到阻杀，原对此局追平比分。第一局，
一局下师队首棒陈杰宪遭到三振，下棒罗国荣击出中间方向穿越安打，再靠住道垒攻占的点圈，潘武雄击出中外野深远飞球遭接杀，不过跑者推进至三垒，苏志杰获得保送，统一二出局后攻占一三垒，下棒郭富林击出左外野平飞安打带有一分打点，统一先持得点，持续攻占一二垒。不过下棒陈仲宇击出二垒滚地球遭刺杀，统一1-0领先。一局上原队首棒蓝银伦就击出一垒方向车步边二垒安打，下棒林成飞缠斗多球后遭到三振，王柏荣击出内野滚地球遭刺杀，陈俊秀遭到三振，桃园留下三垒残垒，统一师赛前练习。记者黄世元社，先发大序。